什么人？山儿，交出辟邪剑谱，我就放了他。林真，别怪我，杀了这个恶贼。你不顾这小娘们的死活吗？他跟岳不群是一丘之貉，你要杀便杀。鬼儿子，少来这套！把剑放下！终于为你们报仇了！
们怎么来了？难道你没有接到我的飞鸽传书吗？我正是为此事而来。师父，内战刚刚平息，现在应该休养生息，不该重燃战火了。任老鬼和小东方，此二人野心勃勃，丐帮已经遭了他们的毒手，难道你还想让各派坐以待毙吗？五岳已经合并，你又是五岳派掌门，若现在联合少林武当，量他魔教也不敢乱来啊！一旦重燃战火，必血流成河，生灵涂炭，还请师父三思。魔教一日不除，武林便无宁日。不如和日月神教谈和，这样江湖各派不再纷争。哼，自古以来，邪不压正，魔教贼子作恶多端。除魔卫道，乃是我辈职责之所在。可是师父，现在他们元气大伤，而此时就是攻下黑木崖，彻底铲除魔教绝好的时机。哼，对你抱有一丝幻想，没想到你和岳不群是一丘之貉。你胡说什么？你来此处看我练功，不正是奉了岳不群之命吗？我睡醒不见了你，心中担忧，又干我爹什么事？没想到余沧海竟埋伏在此。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别再演戏了，你们父女同心，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老说些不着边际的话。华山派的岳大小姐下嫁给我这个穷途末路、无家可归的小子，原来也是因为辟邪剑谱。你冤枉好人！我若有此意，叫我天诛地灭！时间紧迫，再从衡山调集弟子，怕是已经来不及了。小心！
赶快躲起来！师傅，怎么办？撤！你们先别动。你先和为师一道前去。善儿和平之不见了。啊！哎，师娘你别着急，小师妹好动，说不定只是跟平之出去玩了。不会的，她明明知道今早一早就出发。又怎么会到处乱跑呢？哼！你让劳德诺一个人去找林平之，是不是有些冒险？他带着十箱软金散钱去，林平之要是敢不识抬举，就让他尝尝滋味了。不必慌张，自己人。参见教主。这些就是我五毒教的精锐。嗯，果然中气充沛，个个身手不凡。竟然是余沧海。这不是平之的佩剑吗？难道山儿他们？心里明白，你出入华山门下时，我便与你要好，难道也是别有用心吗？林家的辟邪剑谱，天下闻名，我怎知你是不是受了岳不群的嘱托，故意向我卖好？我在你心里。难道就是如此不堪吗？难道我错怪你了吗？谁都知道，若想得到辟邪剑谱，必须从我这个姓林的小子身上打主意。只怪我当时瞎了眼，那么信你。原来当初你识得我，跟我要好，
爹本是派大师兄和劳德讷去福州的，我是想下山来玩，偷偷跟去的。可你爹管教弟子森严，如果他觉得不妥的话，你以为你出得了华山吗？可是我到福州之前， 从未听过辟邪剑谱四字，无需多言。我只求你，从今以后别再跟着我，我们各走各路，后会无期。 天之和山儿下落不明，你是要撒手不管吗？大家找了半日也没有找到他们，想必他们应该已经不在此处。现在时间紧，不能再耽误了。没想到 你好狠的心！要是平之和山儿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为夫我现在是五岳派掌门，我当以大局为重。倘若我以一己之私而耽误了讨魔大计，那岂不是 让天下人所耻笑。师父师娘，要不然你们先走，我跟依林小师父去找小师妹。重儿，三日之内如若找不到他们，你便即刻动身赶往平定县与我会合。 小东方诡计多端，武功高强，为师还需借助你的独孤九剑来制服他。弟子遵命。重儿，师娘求你，请你一定帮我找回平之和山儿。师娘放心吧。 你呢？要不要随老夫一同前往啊？你看看，你二人孤男寡女，僧俗有别，倘若你们被武林之中那些好事之徒看到，不免会有损衡山的清誉。师父言之有理。 依林小师傅，你就留在这儿，陪我师娘几日吧。爹，娘。
孩儿终于为你们报仇了。客官，哎，我说你哪儿来的？啊，孟姑娘，出去！小林子，哎，不是，哎，你还有床？哎，你，哎，你装死是不是？啊，起来，起来！哎呦！小林子，救我！小林子，别丢下我！小林子，小林子，小林子。是已经达成心愿了吗？你还跟着我干什么？我爹何时拿了你家剑谱？岳不群在嵩山大会上用的不是辟邪剑谱，又是什么？那剑法古怪，威力又大，我还纳闷爹是从哪儿学来。没想到竟是……岳不群没跟你提过此事，想来是怕被我看出来吧。这中间或许有什么误会，你跟我回去，跟爹当面说清楚。岳不群。见到余沧海的尸体，便知道我已经练了辟邪剑谱。此时回去，必死无疑。我真是越来越糊涂。你的剑谱又从哪儿得来？我爹又为什么要杀你？他在福州都已经杀了我一次了，再杀我一次，又有什么奇怪的？小林子孤身去追令狐冲，定是他下的毒手。你抢走辟邪剑谱也就算了，为什么还要伤小林子？是他亲口和你说我伤了他。不是你，还会有谁？在福州杀你的是我爹。事到如今，你也不必对我虚情假意了。你，这就去找令狐冲吧。我究竟哪里不好？成亲以后，你始终不肯跟我圆房。爹娘几次问过我，你对我怎么样，我都告诉他们，你对我很好。此话当真？骗你看。
干什么？原来我总以为岳不群是看在你的份上，才没有对我痛下杀手。谁知全是靠你从中遮掩。你若不是这样说，姓林的早就死在华山了。你说我爹蒙李家剑谱，事实俱在，我不能为他辩白。但辟邪剑谱本就是你林家之物，你学着剑法乃天经地义，爹再不通情理也不会为此而杀你啊。那是因为你根本就不了解你爹的为人，更不知道这辟邪剑谱是个什么东西。你对爹成见极深，今后在一起也不易和好了。我反正是跟定你了，咱们远走高飞，找个隐蔽的地方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你真的是这么想的？我既决意嫁你，早就打定了一辈子的主意，哪还会后悔？你若不信，今晚我就交了给你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！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要这样对我？我。真气懈怠的毛病许久不再发生，可以放手一搏了。恭喜少使。计划进行得如何？本教故意示弱，正道那批蠢材果然上当，他们争先恐后的往平定线跑，唯恐抢不到功劳啊。你自宫，自宫练剑。
辟邪剑谱，以内功入手，若不自宫，必将走火入魔，全身将瘫而死。我爹也是像你这样。没错。所以如果他知道我练了此剑法，必将杀我。反之，如果我剑法有成，一定会找他报仇。我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不男不女的官夫。远远的，我对你的情谊可招人至死不渝。平之，于沧海已死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不要跟我爹为敌，咱们退出江湖，归隐田园，好吗？林少侠，林夫人，好久不见。你这叛徒还敢现身？在下奉嵩山左掌门之命前来寻林少侠。左冷禅技不如人，还称什么掌门？林少侠，林夫人，击杀恶贼于沧海，大仇得报，可喜可贺。你居然一直跟在暗中。左掌门料得会有歹人对林少侠不利，特命我前来接应，绝非有意冒犯。在下与他左掌门非亲非故，为何如此疏待？左掌门双目为岳不群所伤，而少侠又修习了辟邪剑谱，成为岳不群的眼中钉。此时他身为五岳派掌门，权势熏天，以少侠一人之力，又如何与之相抗？不如我们双方联盟，同仇敌忾。平之，更何况岳不群亲生爱女朝夕陪伴在林少侠身边，你便有通天本领，也难防枕边人的暗算。你别听他挑拨离间，他根本就是没安好心。我若没安好心，在福州时怎会救了林少侠你呢？那日岳不群本想在你身上补一剑，我故意带着泰山派众人前往这边搜寻，他才没能得手。原来劳兄，你也认出了是岳不群。我跟随他多年，他再乔装打扮也瞒不过我。如果我爹要杀你，之后机会甚多，可是他怎么又不动手了呢？那也多亏了你。正因为你终日跟着我，他要杀我也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原来
左掌门一番美意，姓林的不知何以为报。林兄诛杀于沧海，显示已得辟邪剑法真传，余兄好生佩服，不知能否？劳兄的意思是，让我拿出辟邪剑谱，给你们二位瞧一瞧。这原本是林兄弟家传秘本，外人本不该妄窥。 可以当日之局面，却只有恩师及余兄都学会了辟邪剑法，三人合力，才有诛杀岳不群的指望。你我既已结盟，拿出来看一看，也是无妨的。林兄慷慨大量，感激不尽。 又要去给你爹通风报信吗？你既对我无情，还拦着我干嘛？我要回去找我娘，那可就由不得你了。 夜长梦多，咱们这就去见左掌门吧。请。各位，岳某路上有事耽搁了，还望大家不要见怪。 今天一早，嵩山的陆白等人到达，不听众人劝阻，抢着到平定县大先锋去了。方阵冲虚，胆小如鼠，区区魔教，何足挂齿？简直是胡闹！ 找我有何事？多谢你的飞鸽传书，通知我正派来犯的消息，否则真要被打得措手不及了。东方少使会错意了吧？我只是不想让岳不群的奸计得逞罢了。葛长老传来消息，岳不群已经到了，正率领各大派往这边赶来。 我已经派人，在山群中加入了苏骨散。
只要那些人运用内力，便会全身酥软，任人宰割。几日不见，你消瘦了许多。多谢东方少使关心。你还在怪我吗？当日人多眼杂，你若是杀了教主，众长老都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过去的事情我不想再提。总之，师门大仇，我是一定要报的。